哎，很好，现在仍然还有三位，还有两位，哇，厉害厉害，这两位稳若泰山。对，但是等一下，到底是谁会先跳下来呢？我们看到美女的速度转速很快，对，非常厉害，看来这可以作为螺旋桨了。看来这我们个先可吃以饭攒了，两小下课我再看。好了，大家继续往前走，他们两个站这边。啊，要一边走是吧？这杂耍特技团。